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云林新闻。到六七兰圣宫边仔的石斛兰，目前正咧盛开，美丽景观吸引真侪民众来到遮翕相欣赏。庙方表示，为着让庙宇变甲更加有文艺气息，伫两年前将石斛兰种下，现在花期大约也过有一礼拜，欢迎民众若到庙宇参拜，买当顺耍来欣赏。哦，水哦。水吼，开了真水吼！哎，真水真水哦，好好哦。美丽石斛兰为树顶堆落来，就亲像是瀑布同款。这款景色也吸引着真侪民众前来欣赏。大家人表示，看到花开了这么水，心内也是非常的欢喜。哦，心情足开朗的啊！看到啊花啊那瀑布嘞哦，我若要去南圣宫哦，温书请哦，感觉哦，心情加真好，看到花啊，佫有信仰。心情很舒畅，哎，看起来大家现在的疫情看到花，你会觉得哇，整个舒畅起来的，对疫情会有好转。为着庙宇因那变了更加有文艺的气氛，到了市南新疆首尾两当前，特别邀请到兰花专家，用匠心的方式伫咧上树头顶来种下石斛兰。不仅啊，当时花蕊开到上水的时阵，而且民众若是有到南新疆参拜，也一定爱记哩来欣赏。啊，咱是这个树形呢，咱的感觉就讲，咱来个种一个倒吊兰，哦，那个石斛兰呢，是相当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。啊，在两年前呢，咱邀请咧咱云林县哈，迄、那个兰花理事长来给咱栽种，哦，咱是希望讲除了来南新疆参拜以外，也有一个比较较文化气息的所在堂来观赏，所以咱呢来这个动机啊，咱过来种这些那个石斛兰，来欢迎啊，来这参拜啊，也当啊，甚至呢，也当专工来给咱欣赏咱这石斛兰。不仅到了是南新疆的石斛兰，花期啊，大约还有一礼拜外的时间。咱想要来欣赏，还是来翕完美照的民众，就要赶紧来把握时间，继续赶集长报道。